我们队伍是湖南援沪中医医疗队，我们总共是606个人，我们12支队伍，我们是145号乘飞机过来，我们从17号开始接收病人。我们目前整个接收的病是5242人，出舱是5102，我们的平均在舱的时间是5.98天。我们一个是舱里所有的病100%的接受中医的治疗，我们是按照国家和上海各制定的中医的治疗方案，用的中医的1号方2号方，同时我们也对一些特殊的病型，比如有些这个绝经时间相对较长的病型，我们行这个一饮一测一饮方单独开方，同时还搞了一些这个中医的外治疗法，比这种这个推拿的艾疗的保健操啊，包括一些层次的调理等等综合疗法。比这个我们小朋友进来在发烧，通过我们湖南的这个刘氏小儿推拿手法，通过这种手法帮助病人退烧，效果就非常明显。刚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仓还是一个这个毛坯房仓库，跟我们的接受者一起克服了很多的困难，这个也非常感谢上海跟我们提供的，无论是我们住的吃的还是交通等等方面跟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，他们跟我们做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关心，也非常感谢他们。我们现在是在舱的病人只有70个病人了，那么我们估计在未来2到3天时间，这个病人就会全部康复出舱。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队员已经是在住的酒店隔离休息，我们也是等待着这个国家上海的统一的部署，我们是做好一，如果是让我们继续接到别的舱或者甚至新的工作，我们会全力以赴，如果是让我们经过撤离，我们也会紧接着这里撤离。